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nie Lim。今天呢，我想分享的是，今年我的生日收到了什么礼物？我的生日呢是在9月24号的，今天已经是10月6号了。今年我老公呢送了这台手机给我，好像是叫 J22。这个是我孙女的照片，我拿来做那个手机的桌面的画面。买这台手机呢，他那个老板有送我一个杯，这个杯是不是很可爱呀？然后这里有写着是智能手机。也有写着是 vivo，买 Samsung 手机送我 vivo 的杯，这个杯呢，还有这一个搪瓷的，应该是拿来冲咖啡喝的吧。还有呢，我外甥女呢送了我，这个礼物有6个，还有这个枕头，等一下我再分享给大家看，看是什么来的。是这一类型的盘，听我的外甥女说，这个盘是可以放在微波炉弄的食物的，好像也可以放去阿温那边弄的食物的，可爱吗？小小的一个，这个是藏青色。这个是白色，他一下子送了我6个这样子的盘，这就跟刚才那个一样的颜色，藏青色。就是藏青色，这个就是藏青色。这个是天空蓝色。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藏青色我一共有4个，共有4个，我2个手拿不到给你们看。其实，那个盘是有6个，4个是藏青色。一个是天空蓝色，有一个白色。这个也是我的外甥女彦斌送给我的礼物。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有跟我的外甥女彦斌说过，我睡眠的时候我不能睡太低的枕头，所以我跟她说这个枕头我应该是很不错啦，因为她有卖。
然后他就买了送给我，看到吗？是艾草纤维的枕头哦，哇，我觉得好温暖啊，好舒服啊。它是一些，是两个的，哦，什么价钱我不知道啦。因为是我的外孙女买来送给我的圣诞礼物，真的是好舒服哦。艾草哦，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草。以前我嫂嫂在这里住的时候啊，她的孩子啊，有感冒或者什么哦。他都会去巴萨那边买一些艾草啊，煲水给孩子冲凉的。我的嫂嫂是中国人，她比较注重那个健康，她很喜欢用中草药啊来做治疗的。比如说你感冒啦，她就会买一些草药回来，这个艾草哦。拿来煲水给孩子冲凉了，真的是好舒服哦！这个枕头，我今晚就要用来睡觉了。Thank you.